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进行第十幕吧，故人。是，出发。我刚才说过，天玄门一行只是求见贵派掌门灵山前辈，有要事与他老人家求教商议。此外，并无他意不轨。咱们照着道上规矩正式拜山，就算你们不想放我上山，也用不着兵刃相见吧。少啰嗦，咱们师兄言道，我试一下门正是多事之秋，不许旁人上进旁听你。否则不管何门何派，离开格杀无论，你们既然上着山门来，就别想顾着离开。哼，好个师兄们，竟然如此蛮横无理，一谋大家看看你们能否阻截我等下山。嘿，那便带你们见识见识。华儿，爹和师兄们先留下断后，你快沿路下山，通知周师伯和朱师伯，就说盘天岭上确实有变，请他们立刻登岭强行攻山，不需再犹豫迟疑。爹，那你呢？爹且战且退，慢慢离开此地。你别担心，爹，快去通知周师伯和朱师伯他们，不然只怕要迟了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好像有人先来了。瞧他们的服色，那是我们天玄门的道服。那是我师父和小师妹。第十一幕，故人是谁？爹，是大师哥。师父、师妹，你们没事吧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平儿。不，林少侠，别忘天玄门现已无毫无瓜葛，在称谓上可以给打一下。怎么，尊驾也是来与天玄门为难的吗？弟子万万不敢。师父何出此言？在你身边的不是灵山老人的爱徒风寒月吗？你离开望剑峰不过月余，便勾搭上四象门了，难道还想装痴卖傻，现下情势与我不利？你只需和这些四象门人前后夹击，天玄门便会尽数覆灭于此，你岂不就立了一道大功？启禀师父，风姑娘是和弟子在途中相遇，弟子和四象门实无关系，只是为了向灵山前辈请教，才上盘天岭来。不知师父何以和这些四象门人动上的手？其中缘由经过，还望师父见告。哼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些家伙不但不许我们上山，还不许我们身离此地。既然他们蛮横至此，大伙也就刀剑上见真章了。大师兄，前些日子紫云派了周师伯，共同派了朱师伯遣使来告，说四象门本坛所在嵩山盘天岭上黑气大作，似是有人在施用邪法妖阵，因此联络三派一起问了究竟。咱们天玄门找到了些，本想先上山拜见灵山老前辈，不料刚到山门就被这些四象门人阻住。盘天岭上有黑气？这不可能。师父是精通正邪两派术法，但从不为损人利己之事。我在盘天岭住了18年，并未见过他们用任何阴毒法阵。你们想必是看错了。若要人不知，其除非己莫为。如果灵山老人不是在上面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之事，为何不惜动手杀人灭口？这分别是做贼心虚，不问可知。风姑娘，这些四象门人也算是你门下师弟，可否先令他们收手罢斗，其余纷争待会在频道里如何？他们都是我大师兄的手下，我未被号令得动他们，而且他们眼中都带异样红光，显示被某种妖术所惑。我相信师父不会做伤天害理之事，但有这种事，种种事端看来，盘天岭上固然有变，我得去查个清楚。既是如此，我们必全力助你。我们一行交情匪浅，要带你们上山自无问题，但你师父和师妹等既是外人，一伙人留在这又会碍手碍脚的，不妨先叫他们下山，等候我们的消息。
可是我师父和四象门人一触即发，此刻他们便是想退只怕也不容易。那些门人所中的妖术应非一时三刻能解，眼下形势危急，我们只好以陆阵冲杀一番，让你师父和四妹趁机退走。至于那些门人，只好算他们倒霉了。既然风姑娘这么说，就这么办吧。师父，潘天井之变，弟子定会设法查明，只是留在此地诸多凶邪，请师父待会边战边退向此地，四象门人等就交给弟子一行对付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华儿，你赶快下山放训报讯，有你大师兄在后面吊阵，你大可不必担心。嗯，大师兄，那母弟就拜托你了。小师妹，我一定会全力护着师父周旋的，你就快去吧。我明白，大师兄，你自己也给小心些。嗯，你放心吧。嘿嘿嘿，又来一群送死啊，都给我杀！大家凝神应战，不要丢了我们天兄们的脸。烦请诸位助阵，我们上。这关要做的事情有救天轩门的门人，不能让他们死掉。如果他们的门人全数存活的话，阴凤人会送主角一把剑，那把剑很重要，一定要拿到。那我们先把凤凰叶往前走，开一个把灵曲叫出来。OK， 仙羽超。真的，给予披甲服，披甲服是用来增加防御力用的。银剑平啊，主角名字叫银剑平啊。然后上光眼往前走。这边的宝箱有雾化云袍，一定要先拿到，应该是这个吧？是吗？没记错，我记得是一二蓄气。等一下哦，好，领取蓄气。敌方只要暴击的话，我们就做独挡重来。杨志尊 ，OK， 这里有我先挡着，你们先撤退到山下去。师父，这万万不可啊！这是命令，快走。是，哎，你不是要挡着吗？你怎么往后走？好，先挡。为什么要留两个人在下面呢？因为等一下会有人增援。哇，你快死了！我有办法补到他吗？好，尽量不要让阴风人打太多了。
因为他们有金钱，我方人员击败 对方的话才会拿到金钱， NPC 打到的话打死对方是不会拿到金钱的。你们这些妖人休想对我的徒儿们下手。应该是补得到啊，补不到，那太前面了。金字塔，在哪里？这一只。我想一下哦，如果领取，有需要用披甲服吗？我觉得好像不用哎。我只要站这里就好了、啊。阴剑平要站这里补血，这样就应该是可以了。好，上钢免蓄气。Oh no！ 没挡住。好，我要独挡了。徒儿啊！好，独挡。好，这次我们采领取先帮天玄门弟子补血，然后让其他的人往上走。三公元续期，好，这应该不会死的。阴凤人应该先让阴剑平往上走，然后待会再帮阴凤人补血。糟糕，红色的是法师，所以法师打得很痛。需要冲到左上角去拿东西。师傅正在那边。离我神诀，他可以，他会被打一次离我神诀。仙女超先干掉一只。阴剑平，怎么办呢？上阴剑平把他干掉，不然啊，风寒月把他戳死，好、啊，戳不死啊！啊，挡住，好，23等。阴剑平26等，那给阴剑平好了。500金钱。右上角的炼血珠。
像公园站这边会被轰到吗？应该不会。哪一个人要补血啊？最后一个。这样。好。打我才28滴。轻轻松松。等一下要补血了。哦，他要帮我帮敌方补血，那太好了。离我真绝。还可以，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他帮他补血嘛，那我们可以把回合数拉长，然后顺便练等。因为这种战棋游戏只能靠这种方式去练等级。然后你为什么要乱走？你知道你乱走没办法补血吗？王八蛋，你不受控哎。好像补不到他啊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拜托你不要乱走。这才补143滴哦，也太少了吧。感觉会不会先把这个戳死？其实有一只应该就可以了。红雷符，不然仙女超站这里，打这只。越走这里，那补血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群龙回来，哎，似乎有戏上演了，兄弟们，大家上！那个加还打错，学到焚炎之阵，希望不要被烧到。还有是风，还好，不是放法术。拜托，英夫人，不要乱动。
就好痛，头痛，不要痛，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69力，哇，我觉得有点危险呢。三光园区右上角哪？林建平要不要下去啊？啊，仙女超下去好了。我觉得仙女超，好，仙女超下去。训练神庙，然后他打不到另外一只。92滴应该可以再挡一下。好，玄机大学。我当时为什么没来吧？原来是这样，给我上！哦，真有两批哦！哇，三官眼。觉得有点危险。哦，打死一只了。我们的人死掉没关系，天玄门的人绝对不能死。完蛋了，他那被法术放一招，真应该就死定了。这关真难呢！哇，我的上官也要折回来了。师傅，不要冲动啊！师傅，呜！哇，那下面怎么办？不是，我还有一个天玄门弟子，他一直在。哇，可是我不想重打。就是你这一只的、啊。讨厌呢。不然真英就要自己补血。好，这边可以，我知道上面的话，阴凤人不要这边，他跑太远了，很难补。刚好，这个很重要。OK。哦，这么痛啊！
给你最后一集。写妖名，然后真印补用大补文补写。再来帮天玄门弟子补血，OK。撑住！领取应该，啊，没事，打不中。就这样刚好可以练功了，很刚好。好，太棒了。写多少？106、105。走这里，然后给殷建平补血。86滴。应该可以用一个招式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回风枪。然后这里打死啊，蓄气。如果是蓄气的角色的话，他被打是不会放弃的。
师应该帮他补血啊，应该不会放法术打我吧？希望不会。哦，领取是不怕 火系攻击的，比较不怕。哇，他放火了！还好还好，啊，死一只！啊，我要重来了！我要重来了！可恶！天玄门弟子只要死一个，就得重来。天哪！好，重来，重来！我又死了。好，重来。这次果可以。有希望哦，天玄门人只要不要打他们就可以了。拜托，不要打他们啦！拜托不要，你赶快走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！对对对，很好，就是这样，排排站，对，没错。没错哦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我就可以帮你们全部补到血了。太好啦！哇塞，这剩两等，站远一点。三高远去拿，先解除。我离嘞，阴剑平被封了，糟糕！那现在不能补血了。没关系，被打没关系。为什么他们都不动啊？为什么这些人都不动？你们心疼到？是因为没打死他们吗？
先这样方便列空，这样也好。把它包起来，不要让师傅去打他。又被封，哇！是不是要死了？十一只，快转快转！三公园再休息一次，休两招休息，只封住我中间这一排。哇，一千，应该给殷建平补的哈，这样他就一定可以学到五连剑法。啊，算了，来不及了。要打了吗？还是让直风继续升等？啊，这样补小好爽。他可以再补一次吗？可以再补一次而已。师傅走下来了，好了，我开始打他们了，这样就差不多了啊。可以再等一回合，再等一回合试试看。在这里好了，哇，这样好像不掉血了，好，升等。他竟然不攻击哦，也不补血。因为紫风，他要封紫风的法术吧。独挡看看。
不然争议下去就好了。待机，领取待机，三光云过来，这样，这样子峰可以再发放一次补血技能练的。然后他们等一下应该要放风魔神道，然后就可以解决他们了。OK。可以解决他们。好，这关主要剧情都，主要的关隐藏剧情已经解完了，门人没死，五雷阵法，那这样会一次升太多等啊。27 28 25 27，好，就这样。真一死就算了，管他的。好，呀，结束了，这关结束了，宝物都拿了吧？啊，把那个有些道具给风寒月，给予呼唤云袍，驯神武术在谁身上？在凤凰叶身上吗？好，结束。平儿，今天蒙你和你的朋友之助，我们才能平安脱险，真是多谢你们了。师父，这本就是弟子所应为之事，不过此地不宜久留，请师父快带着师弟们下山去吧。你们待会还要上盘天岭吗？是的，弟子答应过要帮风姑娘查明此事，待真相水落石出后，弟子便会向师父详加禀告。好，这个你就先拿去用吧，咱们随后盘天岭见。啊，谢谢师父。好，咱们随后盘天岭见。第一队竟变名千面，真是令人意外。不过四下们也不是好惹的。
等着瞧吧。麻烦了，他刚发出的火箭是本门御敌市井的联络讯号，待会便有大批人马下山复原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此地伤势险峻，无法一举冲杀上去，如果待在此地迎战援军，徒然多伤人命而已。没办法，只好从密道上山的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或许可以避开好几张血债。啊，还有别的路可以上山吗？这本可以还有一条平常很少人用的密道直接上盘天岭，既然要走那里的话，就不用急急忙忙的，咱们不先下山休息一番再说。也好，就这么办吧。那先去杂货店，药铺了。然后刚才曾印用了很多大补丸，以前游戏买东西就是这么麻烦，但没办法，以前游戏嘛就是这样。炼妖名，续命神药，破邪阴针，好，先这样。然后你要存档，就是去客栈存档。找老板，这个吧，哎，这个，然后我先看一下武魂化运，阴剑哇，才升两等哦，炫耀多少？65哦，炫耀弄65。还有其他人，等一下，风寒月、灵智针法、烈武石、训神要各40。上官远的话，训40，烈60。仙羽超、烈药45，生硬。我看紫风超扯了，刚刚也是升好几等哦。训神魂要50，超扯！你看补血可以升级升成这样，也是有够夸张的。然后正印的话，40，神40。然后物化云袍。好啦，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那希望频道好，频道主要放图片，按下订阅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，直接打开，就更新影片，你就要收通知哦。谢谢大家，自己收看，拜拜。